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你会因为生活压力而放弃自己热爱的职业吗？绝对不会。如果孩子来到了你的身边，你每天除了挣钱、照顾孩子，除此之外，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跳舞。在那个时候，你能放弃你热爱的舞蹈吗？我不会。实际上，那道题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形，在描述工作和生活平衡这个问题，这个热爱的这个个人爱好和这个生活压力这两件事放在了一起去比较。那他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这个个人喜好，这恰恰是他过去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态。你的爱好和你的职业之间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挂上钩，啊，这一点的话，其实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刚才说你向往美好。但是我是否能够这样解读，你向往的美好当中大部分是你自己的美好？其实我现在每天都会给我的孩子视频，然后给他的父亲说，我希望从今年开始我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工作，然后重新开始认识对方，重新相处，然后把我们的家庭共同经营得更好。我觉得启平还没有完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已经抗争过多次了。如果是抗争过多次，其实抗争本身就是生活的阅历和经验，就是完成未来最好的你的实力的象征。那些所有的过往都应该成为你未来发展前进路上的助推力量。所以从这个舒适区来讲，我觉得真正准备好了的这个心态是，我现在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啊。我觉得如果是来了北京，我觉得不管是3000、4000、5000，有一份工作就先开始，先融入这个时代和社会，先让那些听不懂的名词先听懂，下一步再决定干什么。来，第二轮选择，去或留。这样，我觉得有三个词特别适合你。第一个叫做任性，第二个叫软弱，第三个叫逃避。其实你今天的故事是让我们一开始非常的这个同情的，但是你告诉我们你长大了。但是你看刚才的情商课，你说你能不能等到生活有生活所迫，能不能放弃的时候，生活所迫就应该放弃。为什么能够任性的自己不放弃自己的那个梦想呢？但很惨的开始造成你很丧的性格，很丧的性格让你更加的惨，更加的惨就更加的丧，这个死循环你什么时候能够打破？我希望今天这个面试反而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警钟，从此敲响前进的号角，好吗？我对陈启平有两句话要说。第一，不要轻易的复婚，这第一点。第二，永远不要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第三，今天如果买了车票回去，在回程的路上好好想想，养父养母当年为什么要和自己凑成一个家庭，他们的初衷是什么。谢谢你，陈启平，再见。谢谢。其实我是在脱离夫妻关系而已，并不是逃避生存问题，好吧。我其实还是反思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会好好的思考一下，尽量把重心陪在孩子身边，然后找一份自己适合的工作。